十一点半午夜场。狼的族人和羊的族人谈起爱，注定没结果。而在羊咩族之中，有一只粉细疾族的羊，他对羊的身份感到很无奈。他不承认自己的身份，他不相信自己可以对着一个女人专一，所以他决定跳出围栏之外，他要做一匹最孤独的狼。披上狼皮的羊咩咩，是黄宇文学长的回信啊，他肯服我啊。买一罐即食爱情甜罐头，我一定会令你品尝到爱情的滋味。备注，请先给订金500元入我银行户口，户口号码是嗨，狼先生。哪位啊？我是童敏敏啊。哦，你啊，我哋睇到我封信咯，点啊？有冇兴趣买我服务啊？系咪买咗即食甜罐头，你就会做我男朋友一日噶？冇错，轰烈嘅程度比美国嘅重型轰炸机厉害10倍，保证你魂飞魄散。好，我买。好，够爽快，等我同你落个 booking 先。嗯。下星期六上午10点有冇问题？好，就嗰日啦。咁到时就喺尖沙咀5支旗杆等，记住带1000元 cash 喎。吓？住我只手喺海皮嗰度行过嚟嗰阵咧，即系以为自己发紧梦啊！虽然啲人咧用好奇怪嘅眼光望住我哋，但系我唔介意噶。只要同你喺埋一齐，就算只系得一日咁少，我都心满意足噶啦。你知唔知啊？我嘅心愿咧？就是轰轰烈烈地恋爱一次，然后好遗憾地分手，令我这一世都刻骨铭心啊。跟住就找个老实型的男人结婚咯，他要好爱我的，还要答应照顾我下半世，让我什么都不用忧。阿文啊，我这样想是不是很傻啊？嘿、hey, 唔傻唔傻，一啲都唔傻。你想要遗憾啊嘛？哎，我俾到你啊，仲系加大码嗰只都仲得啊！哎，等阵先，童敏敏，望住我。吓？喂，你做乜帮我影相啊？头先擘大个口噶。哎呀，你冇咁冲动啦。呢一部咧唔系普通嘅即影即有相机嚟噶，呢部叫做照妖相机。照妖相机？梗系嗱，阵间干咗咧，你就会睇到相里边嘅你，成面暗疮，肥肿难分，嗯、连下巴都睇唔到啊！喂，唔好走，去边啊你啊？坐低先啦，好、多人望住我哋噶。系啊，我唔靓啊，好丑样啊嘛，使咩你讲？我自己都知啦。喂，咁又唔系，你又错晒，所有女仔咧。都会变得好靓噶，只要找到爱情就得啦。其实几丑咧都唔紧要嘅，每一个人都有资格去拥有爱情噶嘛，系咪？咁我应该点搞啊？嗱，爱情咧就同商品一样嘅，系需要包装讲 packaging 噶嘛。一件商品无论佢嘅内涵几好都冇用嘅，
如果包装得差，冇人买噶。嗱，而家咧，你就要做一件有包装又有内涵嘅商品，我就系你嘅形象顾问啦。喂，唔怕话埋俾你知啊，30岁以下嘅男人睇女仔咧，主要都系睇佢外表嘅啫。系咪真噶？梗系真噶啦，你唔信啊 ？OK， 我证明俾你睇啊。啊，埋单啦，唔该。喂，去边啊？哎呀，要去嘅地方好多啊。嗱，首先咧，我带你去发型屋先啦，换过个发型。呢、這个咁嘅草菇头啊，勾晒啦。喂，仲有啊，唔好戴嗰啲有框眼镜啦。无论眼镜框几靓几名贵都好啦，都唔够你双眼咁靓。嗱，然之后咧，我哋又去书局买翻几本营养减肥天书，再药房配翻一套维他命丸。喂，仲有，仲要去铺贴嗰度买翻今季啊最流行嗰啲时装。最紧要就系去置翻啲化妆品。好啊，买咁多嘢要使好多钱噶。定啦你。你剛才給了1500cash我的嘛，這錢不是你要的嗎？切，我都不賺女人錢的，預先收你錢呢就是怕你孤寒不捨得花錢而已。阿文，你不要不感動先，大家記住啊，你要答應我要脫胎換骨變成仙女那麼漂亮。如果你成功，我答應給愛情你。这边啊，阿文，喂，过来啊，诶，坐啊，帮你叫杯冻柠茶，唔该，唔使，哎呀，同你介绍啊，呢位 Albert 矮白球，咧电影学会嘅会长啊，嗰晚嘅迎新舞会你应该见过佢噶啦，嗰晚我眼中只系见到你嘅啫，系啦，矮白球啊，呢一个咧就系我成日同你讲起嘅靓女陶敏敏啦。嗨嗨，不好意思，我要洗手间。喂，唔好呃你啦，流晒口水啦，系咪好靓女啊？唔错唔错，咁既然唔错，咁啊介绍俾你做你嘅女朋友啦，又如何啊？咁应我？喂，讲真啦，收唔收钱嘅先？哎呀，放心啦，平时你咁关照我，最紧要你老哥中意。嗱嗱，老实讲啊，中唔中意先啊？咁。我梗系中意啦，不过我中意人啫，点知人哋中唔中意我啫？哎呀，简单啦，大家年青人啊嘛，啱啊啱，唔啱就唔啱，问下佢咪知咯。吓，问佢？喂，梗系啦，唔通靠估咩？而家唔兴玩含蓄嗰只噶啦，乜嘢都要快快直接啊！问佢。咁啊，唔好嘢啦。嗱咁啦，嗱你唔敢问，我帮你问。发给你，发给你。Excuse me。对唔住，轮到我要去洗手间。喂，佢咁得意嘅？系啊，佢一怕丑啊，急尿啊佢。咁大个人都怕丑？咁啊，即系有时喺自己中意嘅人面前咧，即系拘谨啲嘅。中意？嗯。喂，你唔好话俾我知佢中意我喎、啊。喂，系啊，咩叫一见钟情啊嘛？哇，几浪漫啊！唉，正啊。嗯，我对你梗系一见钟情啦。喂，敏敏啊，你觉得佢点啊？即系虽然佢睇上嚟就冇咩优点，但系佢会对你痴心一片噶、啊。喂，你咪话过嘅，想搵一个深爱着你、愿意照顾你一世嘅老实男人噶嘛？嗰阵时又点同、啊？嗰阵时我成面暗疮、肥肿难分，吓！而家我咁正，要求高啲都唔系太过分啫。我知道，你惊我缠住你啫嘛，所以就求其搵个男人嚟塞俾我。
但都揾个好啲啊，唔该。呢、這个咁嘅矮白球，即系人如其名啊，又肥又矮。你当我陶敏敏系咩人、啊？唔好意思啊，叔仔。你系咪唔舒服啊？去厕所去咁耐嘅？哦，我冇事，肥系咁啊，肥人系论尽啲噶啦。边个话肥人论尽嘅啫？我话你肥得好可爱就真啦、啊。哇！大件事啦，大件事啦！咩咁大件事啊？喂，你啊，知唔知啊？原来咧，矮白球佢拍拖啦，女朋友就系个靓女嚟添啊！靓女嚟添咩？系啊！咩大新闻啊？呢件事一早就知啊！你知？梗系啦，个女仔叫陶敏敏，读中文系噶嘛？你点知噶？我系媒人啊，点会唔知啊，傻仔！啊，喂，话时话的，喂，你都未拍拖喎。使唔使帮我哋介绍翻个靓女啊？要钱噶？唉，唔好讲钱啦，见系你阿八字啦，唉、哎，有冇陶敏敏咁正先？喂，黄宇文，你哋好咯？你咁嘈，我点做功课啫？喂，张善仪小姐，呢度系课室，唔系图书馆啊，唔讲得嘢噶。如果你咁容易受人骚扰嘅，喂，有两个提议俾你啊：一，大耳塞啊；二，你收声啊。无赖！喂呀，使唔使搵水泼我啊？喂阿迪，你知唔知咩女人会动不动就发晒脾气，攞水泼人啊？我真系唔知啊，唔知咧，咧就系嗰啲啊冇爱情滋润嘅女人咯、啊，佢哋系阴阳失调，脾气暴戾，心里又唔平衡、啊，咁所以啊，你千祈唔好喺佢哋面前提起咩拍拖啊、啊爱情啊嗰啲啊，一提拍拖两个字啊，佢哋就会大受刺激，行为失控，仲会杀人噶、啊。黄宇文，咩啊？你咩啊？男人，拜拜！哇，佢真系好泼辣喎，何止泼辣，变态嘅。我是一个无婚姻论者，因为我始终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雄性动物，尤其是男人，都是不可靠的，他们根本就不值得我们的女人付托终身。幸好我生活在现今社会，生活在思想开放的香港，结婚根本不是女人必然的选择，我大可以开开心心地做一个不屈不挠独身的女强人。郎先生，或者我的言论是偏激了一些，但是这些是我心底说话，如果你不同意，或者我的言论令你有受侮辱的感觉，在这里说声 sorry， Miss 梳起不嫁。Miss 梳起不嫁，我相当认同你的观点，虽然身为男人，我都觉得男人并不可靠，千依百顺是追求阶段，理直气壮是分手用词，千恩万谢是婚前的诺言，理所当然是家务字典，千刀万剐都是要去搞婚外情，理屈词穷唯有签离婚书，呜呼哀哉，结婚又何苦呢？我都是无婚姻论者，男人不娶，女人不嫁，我全力支持你。
真系好啦，连狼先生都支持我。呢一度系狼的事务所留言信箱。只要你唔系大脚八怪物，只要你唔系猎人协会嘅同事，请喺度留低你嘅心情言语、电话号码同埋心情密码数字，禁止粗言秽语同埋自杀遗言。刘先生会喺听日日出之前复电话俾你噶啦。我系 Miss 苏喜唔噶，我想揾你帮我报仇啊，得唔得？请你复翻我啊，我嘅电话系9011。喂喂，哎 ，Miss 啊，苏喜嘅小姐系嘛？系啊，狼先生。啊，请问啊，你同啊边个咁深仇大恨呢？哼，佢系史上最无耻嘅男人，口甜舌滑，偏偏啊啲女仔系最中意呢啲人噶。佢一入讲室，个个女仔都争住坐喺佢身边，嘈喧巴闭，影响人哋听书噶嘛。仲有啊，呢、这个人啊。平时懒到死，一日到黑挂住呃女仔，但系成绩呢竟然仲好过我。你话系咪天冇眼啦、啊？一山还有一山高，虽然我咁勤力读书，但系我都知道自己唔系成绩最好嗰、那个。不过点都冇理由输俾嗰个黄宇文噶嘛？你话系咪啊？嗯，冇错冇错。阿听起上嚟咧，你的确好憎嗰个男人喎，系嘛？如果杀人唔使坐监啊，我一定碾死佢啊！诶，咁啊啱啊，我介绍个服务俾你咧，叫做分手刀叉绝情单啊！吓，分手刀叉绝情单？系啊，即系本来呢个服务咧，咁啊通常系啲女顾客揾我假扮佢哋嘅情人啊嚟到拒绝追求者啊，又或者摆脱啲旧情人咁嘅，咁但系而家改一改，可以帮你抢走嗰个男人嘅女朋友，坐一坐佢又轻又如何？好，我要呢个服务。好，咁下星期三夜晚六点钟喺时间正方形广场等，变形嘅 signal 就系啦。王先生搞乜鬼噶？约咗人六点喺度等噶嘛，而家都成七点噶啦，仲未见人嘅，打电话又冇人听，真系冇嚟夹实。冻添噶，咁耐都未到嘅，约人喺度食西北风咩？唔通佢整蛊我？唔会嘅，直觉话俾我知，王先生唔系啲咁嘅人嚟嘅，佢会嚟嘅，我信佢。我等多佢五分钟啦，五分钟之内，如果佢仲未到咧，我就走。哈！我一听个电话留言咧，就知道你系Miss苏喜唔嫁啦。如果杀人唔使坐监，我一定碾死佢。你未碾死我啊，我啊玩死你先咧。这个苏喜唔嫁小姐都几傻噶噃，企喺度食足成个钟头西北风都唔走嘅。哇，咁吹风法好易肺炎噶。唉，算啦算啦，叫佢等咁耐，乜仇都报晒，唉，唔玩啦。
唔嚟噶啦，走啦。小姐啊，呢度冻啊，披住件披肩啦。红色格仔披肩，你系狼先生？狼先生，你唔系狼先生，点解你会同我披呢件披肩嘅？头先嗰个人，咁快就唔见咗佢嘅。头先喺嗰边有个人托我送披肩同埋杯热奶茶俾你噶，嗱，攞住啦，啊，哦，咁我走啦，咦，袋里边好似有封信嘅，圣诞卡。Sorry， 吴家小姐 ，Sorry， 同埋 Merry Christmas。好对唔住啊，我失约。我冇谂过，原来梳起吴家小姐系一个咁靓、咁可爱的女仔。喺我心目中，梳起吴家通常都系丑妇嚟，而我自己系一只污糟邋遢、满口鲜血、又矮又肥嘅秃头狼。我怕你会见到我之后失望，我所以唔出现。狼喺留言板嘅形象其实系假嘅。嗰啲风流韵事，通通都系作嘅，你唔好信。对于你嘅委托，我决定拒绝，请你饶恕我唔遵守诺言。最后要一提嘅系，你话唔嫁，我谂全香港最少会有20万嘅男人会好失望。Mr. Wolf， 系、哦，今日系12月20日，原来就快圣诞节啦。企鹅，是一只好长情的企鹅。我似企鹅？文文啊，你对企鹅有咩印象噶？我中意企鹅咯。你中意企鹅？咁企鹅系哺乳类定系鸟类动物啊？我搞唔清楚。啊，你都几风趣嘅、啊。文文啊，我有个梦想啊，我从来都冇同佢讲过噶。而家我只系话俾你一个知啫。系咩？咩梦想？我要向电影界发展，成为一个响当当嘅导演。到时咧，我捧你做明星，好唔好啊？吓？好，梗系好噶。敏敏，我爱你。做咩啊？你冻啊？我除件衫俾你。唔使。既然你都讲咗你个梦想俾我知咯，不如我又讲翻我个梦想俾你知啊，好唔好啊？好。你有咩梦想啊？我由细到大咧，都是喜欢那些老实型的男人的。每次走过珠宝店看到那些戒指，我都会心动，想跟买戒指给我的男人结婚的。他这种想法是不是很傻啊？不傻不傻。但我始终觉得只是用金属做的戒指太单调了，都不足以代表永恒的。是咩？除了金银和铁石之外，还有什么可以用来做戒指的呢？
傻仔嚟嘅，佢同你暗示叫你送钻石戒指俾佢咯。系喎，点解我谂唔到嘅？点解你谂唔到？因为你系矮白球啊！喂，你唔好笑我啦。喂，阿文啊，老实讲啦，要点样先至会令一个女仔最感动嘅咧？好简单啫，叫佢俾佢个银行户口 number 你咯。点解啊？定期存款俾佢，包佢感动到喊啊！喂啊，矮白球啊，好嘢啊，唔倾啦，有咩听朝翻学校见到先再讲啦。哦，咁好啦，哎，早唞啦。嗯，早唞啦。披上狼皮的羊咩咩第二回，姚秀玲监制，曾月娥编导，天航原著，小麦草编剧，并且由叶伟伦、周文英、刘超文、罗嘉玲、朱妙兰、白元浩、林友荣等联合播演，香港电台广播剧组制作，现在经已播放完毕。11:30午夜场有奖问答游戏，只要回答披上狼皮的羊咩咩1-8回问题，即有机会得到由一本堂送出天航亲笔签名阿米巴爱情系列一套3册小说。第二回问题是，张善仪以乜嘢笔名于狼的事务所留言板上留言呢？请将1-8回答案连同个人资料传真至23396375，或者电邮至香港电台网页内11:30午夜场留言信箱，就有机会得奖的了。得奖名单将于香港电台网页内揭晓，并且会有专人通知领奖。听过11:30午夜场之后，喜欢广